彭帅事件并未随彭帅与奥委会主席巴赫的通话和联合早报记者的采访，以及他自己的解释而平息。相反呢，还在继续发酵。人们还在追问彭帅在哪里。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人们穿着“彭帅在哪里”的 T 恤衫，继续声援彭帅。根据巴赫。 与彭帅的约定，他们已经在冬奥会期间共进晚餐，并且二月七日，彭帅还接受了法国媒体《团队报》的采访。据《团队报》透露，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这次采访提出了几项条件，包括彭帅必须以中文回答问题，必须事先提交刊登采访内容。 不能加入额外评论，但《团队报》的采访还是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彭帅在采访中再次否认曾指控其他人对自己性侵。他说：“这个帖子导致了来自外界的巨大误会，我希望其内容不要再被曲解，也希望不要对此再进行炒作。” 记者问：“为什么要删去这篇控诉文章？”时，他只回答说：“因为我想删。”针对他所发表文章后数周渺无音讯，彭帅解释说：“他从来没有人间蒸发，只是收到了很多信息，无法一一回答。”彭帅透露，自己因为年龄和伤患等问题。 很大可能不会继续职业生涯。《团队报》总编卡扎迪尔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电台访问时说：“当彭帅解释他经历过压力的时刻时，压力很大等等，信息量还是很大的。他的故事中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他知道他周围的利益。” 证明了他所经历的控制是正当的，同时他需要我们的关注，以免被遗忘。彭帅受访时的发言和行动都是不自由的，他的回答都是机械式的，他看起来还可以，但他的语言以及肢体表达的都完全受限。面对彭帅专访的可信度被质疑。 卡扎迪厄表示：“读者必须阅读字里行间，才能从缝隙中看见真相。大家有权不相信。”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邦达兹指出：“就像我们十一月底预示的那样，在中国永远是这样。丑闻发生后几个月，涉事人重新现身接受采访。” 可是北京借机对外界说这个话题结束了。邦达兹认为，彭帅不管在想什么，遭遇了什么，很不幸，他无法表达。WTA 主席西蒙七号在声明中表示，无论是在采访中或出席冬奥会，看到彭帅现身总是令人高兴的。然而，近期的采访。 并没有减轻我们对他十一月二发的帖子的担忧。BBC 驻中国记者麦迪文将法国《团队报》刊出彭帅的专访，比作宣传活动，称其留下的问题多于答案。的确，《团队报》的采访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疑问，但我赞同卡扎迪俄的看法，认为这次采访。 其实很重要，他有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彭帅亲口承认，去年十一月二，他的微博账户上所发的指控张高丽的帖子是他自己所为。我认为这个事实的确定，就基本揭开了该事件的真相。何以见得？各位且听我道来。首先，我一直对彭帅发帖的真实性保持质疑。 因为我无法理解，彭帅作为一个国际球星，与一个年迈官员发生恋情和性关系。彭帅在感情上会有太多更好的选择，特别是帖子中谈到他三年前被迫与张高丽再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张的妻子还在房间外把守，这的确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 但彭帅自己的承认，证明我质疑的错误。在此，我向观众朋友们道歉。至于彭帅为何要与年迈的中共高官发生不伦恋情，我不知道。或许正如彭帅所言，他自小离家早，内心极度缺爱。或许他有恋父情节，或许他羡慕权力，希望成为人上人。 我只能说，彭帅存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但张高丽的道义责任要远大于彭帅。彭帅在这个事件中体现了他的倔强和抗争，还是令人感动的。因为彭帅自始至终都没有否定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并且通过《团队报》的采访，勇敢承认帖子是自己所发。 根据中共的维稳逻辑，他更希望彭帅对外界说，帖子是他人侵入他的账户、假冒他的名义所发，这样就很简单的让他和张高丽都脱了身。甚至我相信，如果彭帅同意如此操作，中共会让一个人顶罪，将责任推给海外敌对势力，目的是在于破坏。 中共六中全会，但彭帅没有配合。他可以说自己没有被性侵，可以不提张高丽的名字，可以说自己的行动自由。但他没有否认，甚至承认帖子是自己所发，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彭帅作为一个被权力侮辱的女性，她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彭帅被性侵了吗？ 彭帅自己否定，但这呀，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的帖子写的很明白。原本埋藏了一切在心里，既然你根本不打算负责，为何还要回来找我，带我到你家去，逼我和你发生关系？那天下午我很怕，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帮手着，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 会同意？那天下午，我原本没有同意，一直在哭。一个女性不同意，被逼着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一直在哭。难道这还不是性侵吗？如果彭帅同意，他如何能够忍受张高丽的妻子在外帮手？这是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吗？当然不是。 彭帅说不存在性侵，就如同一个被强奸的女子声称自己没有被强奸，但她控告的事实就是强奸，难道还不能认定为强奸吗？当然，从法理上说，性侵事件目前只有彭帅的一面之词，但张高丽始终不发声，我们目前也只能认定。 张高丽与彭帅有不伦之恋。三年前，张高丽性侵了彭帅。第三，彭帅的帖子是谁删的？既然彭帅如此顽强，保持对张高丽的指控，他为什么又要去删帖子呢？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网信办带他删去了帖子。 春节期间，我与一个武汉大学生视频交流，他竟然不知道彭帅事件。看来中共的信息控制还是蛮成功的。第四，彭帅失去了自由吗？这是一个不需要怀疑的问题。根据中共的维稳逻辑，就可以判断：一个公民指控前国家副总理性侵会被怎样处理？且不说国家副总理，就算是。 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被控告，举报者也会被控制、消失，甚至送进精神病院，或者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监入狱。彭帅在事件发生后一样被控制、消失，只是因为他是国际球星，中国即将举办冬奥会，所以才会让他与奥委会主席视频露面。 第四，彭帅事件加速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觉醒。彭帅事件无论中共如何涂抹掩饰，也只能越描越黑，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家，它有着与世界上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极度缺乏的自信。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正常的处理方式，该事件。 是不会发展到今天的。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逻辑思想一下：彭帅指控张高丽性侵，张高丽否定，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正。如张高丽不否定，他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会被政府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总之，这是一起公民之间的侵权事件，也是政客张高丽的。 性丑闻，但它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到冬奥会，因为这类事件在西方也经常发生，如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纽约州长库莫因性侵丑闻而下台等。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女演员希瑟·林德发帖指责前总统老布什在合影时。 触摸他的头部，还给他讲黄色笑话，对他进行了性骚扰。第二天，老布什办公室做出道歉并解释。老布什的发言人吉姆·麦格拉斯在给美联社记者的声明中说：“布什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意使他人不适。他为自己试图表达幽默的行为冒犯到林德女士。” 表示真诚的道歉，老布什及时得体的回复，很快就化解了事件，并未影响到人们对老布什的尊敬，也没有影响到林德的生活。但中共的神操作，让这一事件不断的发酵，直至难以收拾。中共网信办在彭帅账户发帖二十分钟，便如临大敌，四处封杀。 结果让该事件成为全世界的热点话题，整一个蠢字了得。综上所述，我认为《团队报》的采访应该说揭开了彭帅性侵事件的真相。彭帅亲口承认，有关张高丽的帖子是他所发，尽管他否认遭到性侵，但帖子的指控就证明了性侵的事实。当然。 彭帅在事件中也应该承担不能恋情的责任。或许当年年少无知，或许有恋父情节，或许贪慕权力，但张高丽无疑是个伪君子和道德败坏者，应受到谴责。由于中共是集权主义政党，根据他的统治逻辑，当然彭帅会否认被性侵、被控制和配合视频。 和采访，这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统治人民的常规性动作。但我最后还是要说，彭帅是勇敢的，因为他没有按照中共的剧本否认指控张高丽的帖子为他人所发，也没有否认张高丽对他的伤害。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